原标题，贪官看到儿子财宝堆在了窑里，而且还娶了27房妻妾，他说完了，一个王朝只要有奸臣出现，也就预示着此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因为一个皇帝连忠臣奸臣都分不清，也不会是个好皇帝。历史上凡是奸臣卖国，都会被人痛骂，比如秦桧、李鸿章等人，即使重新活一遍也洗不清。但有一个怪现象，历史上的奸臣大部分居然能善终，这说明这些人有自我保护意识。比如秦桧这样的奸臣活着没受过惩罚，死了被人唾骂。还有明朝的大奸臣严嵩父子两人，只有儿子严世蕃被杀，严嵩只是被贬官两年自生自灭的，并没有被杀。说起明朝的大奸臣严嵩，故事很多，在这里一两句说不清楚。但严嵩能从一介平民考取功名成为明朝大臣，说明此人最初时才华不错。严嵩属于大器晚成的奸臣，因为严嵩考上进士，突然得了场大病，不得不回家养病。严嵩在家整整待了10年，但这10年严嵩并没有荒废，而是苦读了10年。但他重新进入明朝官场时，并没有多少建树，但严嵩找到一个门道，那就是靠同乡升迁。他最初攀上的同乡是夏言，可以说没有夏言便没有严嵩。后来夏言被贬，严嵩也来个落井下石，但此时他已经受到皇帝的赏识，这就是奸臣的嘴脸，根本没有知恩图报之说。严嵩后来一路高歌猛进，只用了10年时间就成内阁大学士，随后又成为内阁首辅，开始把持朝政，并陷害忠良，打击异己，成为一手遮天的权臣。这期间为了使自己后继有人，严嵩提拔自己儿子进入明朝官场，他儿子严世蕃没经过科考就当官了，这与严嵩有直接关系。在严嵩的要求下，严世蕃也有拿手的青瓷，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。那时人们趁严氏父子为大丞相、小丞相、官员找严嵩升迁，都有明码标价，比如七品周判的职务300两银子，如果到了6品就达到500两，以此类推，到了知州就达到2200两银子。严世蕃也借机收敛了大量财富，并把收来的金银财宝放在了窑里，然后他让严嵩过来看。严嵩一看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儿子聚敛了这么财富，连说完蛋了，严世蕃还有一将比他老子严嵩厉害，他有27房妻妾，据说丫鬟侍女不计其数。据史料记载，《金瓶梅》里的西门庆就是影射严世蕃，以他为原型。对于严氏父子贪污行为，明朝一些正直大臣也向明世宗建议法办他们。后来明世宗也发现严嵩父子的一些不法行为，开始对严氏父子厌恶起来。1562年，有个叫蓝道亨的山东道士，在京城占卜算卦很有名气，徐阶就把他介绍给世宗。蓝道亨在占卜时对世宗说，今天来奏事必然是奸臣。刚说完不久严嵩来了，这又引起了世宗反感。后来严世蕃被御史弹劾，世宗这才下令把严世蕃抓起来，一查才发现严氏家里有大量财富，随后又把严嵩免职。据记载，严嵩后来要饭活了2年，87岁时病死。严嵩没被杀很奇怪。参考资料，明史，更多精彩历史，请关注泥腿看客，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